一一九，五点十分就到板桥，板桥查某就水甲笑，转来去卖无就来卖笑呀，来卖笑。吃的吃到一一九，五点十分就到板桥，板桥查某就水甲笑。在台上演出的这些位，你们在台下在看的时候，再也想不到啊！这是就是我办公室的朋友，办公室的伙伴。这个为了一个有意义的事情，大家付出爱心，他们也用很长的时间在练习，我们真的觉得非常的美好。接下来就是他们另一首歌曲《茶山香包》。地茶香包。Thank you.
光这个牵手就练了一个多月。哦，这样子。这个不好意思嘛，你看看怎么好意思牵手。但是非常的精彩，是不是？真的非常非常好。